觉得每一场都非常不容易吧，都非常的困难，然后能赢下这三场，我觉得也是对自己有一个就是让我更相信自己一些，然后更自信一点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吧。One more question around Akane and does she believe she can win this game? 你觉得可以赢过陈口吗？也不是说，我觉得输赢都很正常吧，也不是说我一定会赢，或者也不是说我一定会输，所以只要把过程做好就好。